有关今天早上大约11点，在台大活动中心，中国观光客撕毁连龙墙事件，本分局3点说明如下：第一点，绝对不容许暴力行为；第二点，现行犯依法逮捕就办；第三点，对于中国观光客的说辞予以保留，本分局会持续深入追查，幕后有没有教唆的行为。中国观光客的说辞是什么？他是有预谋吗？就我们了解，就我们了解他们是因为是观光的行为，是随机的行为。那中国观光客他们说辞大概是什么？有关这部分这可能涉及到侦查不公开的部分。